你好，我是武志，这里就是纽约壮观的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每秒钟有超过28万7000多升的水从瀑布流过，这也难怪每年它吸引着超过800多万游客前来这里参观。一直以来，世界各地的人们来纽约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度假或探险。今天，游客们涌向美国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和周边地区。 这一代表美丽和力量的自然景观，唤起了人们的灵感和对自然的敬畏。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，这里地域辽阔，有许多开放的绿色空间。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遗产。你可以在这里漫游，并探索公园的三姐妹岛，它们之间有桥连着，因此你可以轻松地漫步，欣赏壮丽的尼亚加拉河。 我想与尼亚加拉大瀑布亲密接触，于是参加了雾中的少女游 Mid of the Mist， 壮观的瀑布近在眼前，巨大的轰鸣声不绝于耳，大风和雾水把每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。不过，这才是看瀑布和尽情享受旅游乐趣的最佳方式。您还可以参加风洞之旅 Cave of the Winds Tour， 带您进入一个风雨交加的雾区。 来一个真正意义的沉浸体验。在纽约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，全年都可以享受度假休闲的乐趣，从购物美食到音乐会和现场娱乐，那可是应有尽有。美国尼亚加拉瀑布奥特莱斯时尚购物中心 （Fashion Outlets of Niagara Falls, USA） 是该地区首屈一指的，距离尼亚加拉大瀑布仅几分钟车程。这是一个高档的购物中心。 拥有超过200家名牌店，像 Coach 和保罗·拉夫劳伦。在美国尼亚加拉游览时 ，Seneca 尼亚加拉赌场度假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它包括三个场地，一年四季都有音乐会和现场表演，你可以尽情享受购物的乐趣。这里还有至少9个餐饮场所供您选择，包括各种口味，有时尚的牛排，精心制作的自助早餐，里面有牛排和海鲜。 还有一家意大利餐厅和泛亚餐厅等等。纽约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景之一，今天就计划您的行程，与大瀑布来一次亲密的接触，或者放松享受这里的娱乐和美食。我期待着与您相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。